本年度的最后一场拉唱会，让我们嗨起来。I'm in love, set to free. Oh, she's only looking to me. Only love breaks the heart, brother Louie, Louie, Louie. Only love's paradise. Oh, she's only looking to me.说嘛，他被吹走了。我觉得晶晶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女王，她就是霸气的存在。觉得不管是超女的舞台，还是说整个音乐、整个中国，甚至就全世界，我觉得都需要一个王晶晶。爱你。那
站在我身旁的李宇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大家都评价他说无论外界怎样他都是静静的在那弹琴唱歌，做一个独立的音乐人。那今天我们外表淡然但是内心却很火热的李宇要跟我们的晶晶要跟各位来说些什么呢？我对晶晶说的话，我私下就会，我们会聊很多，然后但是今天首先因为晶晶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特别是看到你们这样的天气然后在这儿一直等着他，我首先替他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希望大家都不要着凉，然后那个希望接下来的路吧大家都会陪着他一起走下去，我也相信你们，我也会陪着他走下去的。好嘞，谢谢，爱你们。那今天也是看到了哈，石头台不光我们的超女们来到了这里，石头山台风也来到了这里，不过对于我们东北来讲，雨代表的是好运气，晶晶来了，好运气也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把目光投到我们的大屏幕上，来看一下目前我们超女的人气榜单是怎样的。哦，啊，已经是第二名了，果然晶晶一回到家乡，我们的每一位粉丝都是出了全力来为我们的晶晶来做出一份力量。那来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拉票会在今天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一届的超女冠军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在场外的投票占的比重是70%，场内我们的晶晶的表现是占30%，所以说还是希望回到了家乡能够获得更多的家乡人的支持，让她在周六的时候顺利的能够登上2016超女的冠军位置。你们会这样做吗？爱你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请我们的丽达以及我们的李宇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想要支持我们的晶晶的话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有四种投票的方式来说一下。首先下载芒果直播，关注我们的王晶晶，相信大家都关注了，然后为她送花点赞加人气。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发送短信晶晶，然后到10669588820，一次可以涨10个人气。好，还有两种方式，拿起手机扫描蒙牛酸酸乳包装背面二维码，赢取超级币，为你支持的选手就是王晶晶投票涨人气。打开或者是打开湖南 IPTV 上海 IPTV， 点击超级女生投票页面，为您喜欢的选手王晶晶投票加油，选一朵花等于增加10人气。那刚才呢就是我们的投票方式，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有空的时候拿出手机多为我们的晶晶投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滴答以及李宇稍事休息，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出我们的晶晶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绎，有请晶晶。一下午都冻坏了，是不是？Stop, stop, all right.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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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all
来听话了。好，我好，我自己打字，好吧。真的好爱你们，这么长时间，从中午吧到现在，一直在等着我。我好担心你们会生病回去。谢谢你们一直长期的支持我。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天天从来了就让我哭是吧？谢谢你们，然后我很爱你。那个大点声，麦克。我非常非常爱你们，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唱一首歌，一首《花房姑娘》。好大的风啊！你在干嘛？放音乐吧。有一个瞬间我都已经晃神了，真的是好美，真的很美，口味很重啊你。之前我们只是在电视上来看我们的晶晶的表现，感觉她是一个非常有舞台的控制力，非常霸气的一个女孩子。今天在现场感觉到我们现实的版本过硬不过瘾。那上市的时间呢，我们的晶晶可能还会为大家来带来精彩的演绎。那刚才我也是看到了哈，有粉丝走上台前来着急的送伞，为什么呢？是因为急切的想要保护好我们的晶晶，希望她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周六的这一场鏖战。同时呢，不光是我们的粉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的爱我们的晶晶。那接下来的时间，晶晶和我还要和大家一起共同来看一下这段惊喜的视频，有请。开始了吗？Hello， 王姐，我是大舅哥。我是馒头。金姐。我是眼镜毛裤哥，眼镜毛裤。
希望你能够一如既往的保持着你这个洒脱，还有这个牛，就是这种性格。然后希望你能够一直这个，在你这个英文不发音。发音不标准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刚开始在城堡接触他的时候是一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怕很怕他，然后慢慢接触下来，带过他一次我是歌手，然后感觉他对每件事都很认真，然后也特别搞笑，像一个逗比，希望他在以后的比赛中加油加油。平时看到你都挺害羞的，因为我可喜欢你了，然后希望你以后可以超级超级红，超级超级棒。那王天听王，真的有这股劲儿，这个在选手里面带起一阵哇歪风邪气啊！但是讲几句正经的吧，就是虽然呢也没有正式的或者正儿八经的带过你，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动摇过，觉得你能够夺冠的这个可能性非常之大。然后从你这个云台选的时候就能够看出来，确实就是。当初这个上好多论坛一看啊，就说这个超级女生今年哎，居然还能选出王晶晶这样的选手来，看来还有眼看头啊，就说明了你还是对于这个整个比赛都起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不能说是带头作用，带头作用并没有什么起到什么好的带头作用，就是怎么来说呢，就是一个还是一个特别亮眼的选手，也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选手。我跟你去了三周线下，我觉得你真的好粉丝，真的完全被圈粉，真的很喜欢你。然后呢，你老说我脸上痘痘越来越多，但是我想说，你痘坑也不少，也要注意休息。然后呢，反正你就是很棒，你就是女王啦，你不要就是在意别人跟你说的话啦，你就是很棒啦，拜拜。虽然以前每天喊你起床的时候呢，也被骂得老惨了，可是、知道你性格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懂你。希望你最后能够按点起床，不需要别人去叫你，然后别人去叫你呢就是没有起床气。金姐看这个吓人吗？我觉得你比他更可怕，没人敢叫你起床，以后自己起床可以吗？希望你以后能够在不仅你在这舞台上，然后在整个乐坛都能够有一个都能有一个你自己最独特个性的一个领域，然后能够让这个领域发展越来越好，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向着王晶晶学习，好吧？然后这个之前呢，你说两句感人的。之前在那个什么机场的时候，你这个突然一回头问我说：“哎呀，马上快结束了，你会想我吗，东东？”我还挺感动的。虽然我立刻就说想，然后我说你会想我吗？你说你也会想。然后我虽然这个开玩笑的啊，但是我讲真的是会想的啊。希望你能够永远把欢乐散播在中华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走出东北，冲向世界。告辞。就这样，告辞。告辞。话不多说，好吧，告辞。我的妈呀！说一说吧，这些可爱的悬挂，我应该每个人都凶我，因为我起床气好重。起床气有点重，他们都原谅我了，很包容我，一直以来到现在，一直在帮我们做一些，其实他们是管负责我们的，负责我们给我们给那个慢慢助理，所以我当时说的是说他们是助理，他们很生气的，好吧？不是助理哦，是选管，是负责人，对，没有义务去给为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们都在做。还没领呢。也感谢我们一直默默地在晶晶身后支持她的工作人员们，感谢你们。同时不光是工作人员，其实我们的粉丝，我们每一位粉丝都是用真心去来爱护、来保护我们的晶晶。其实就有这样一位人，特别特殊，出现在你的决赛现场，甚至为了你改了名字。这个人是谁呢？有请我们的闪闪。根本打不住闪闪都害羞了。你那个签王大贺给王晶晶，那怎么整啊？打不住，一会儿就扣啊。闪闪见到了晶晶是什么感受？今天在长春没感受了。我天天都能看着他。之前两个人是怎样的一段渊源？为什么就是这样喜欢我们的晶晶？当时的渊源呢，
可能就是不能说，太恶心了。对，你别说，听了吗？掉粉儿。那这样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话呢全都放在歌里，希望在歌中我们能听到他们两个之间的默契。有请晶晶和闪闪为我们带来《我只在乎你》，有请。感觉也很想笑，不光是两个人，粉丝之间的默契，
两个人更有这种姐妹之间的那种小小讨喜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场面让每个人看起来都感觉格外的不一样。可能说晶晶的粉丝们真的就是一个这样真实的一个存在的群体。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让我们看看晶晶的粉丝们都是什么样呢。晶晶啊，欢迎你再次来东北，耶、yeah. 嗯，晶晶你好，欢迎回家。嗨，晶晶，我们现在正在火车上。Hello， 晶晶，我是一个来自天津的粉丝，然后喜欢你很久了。嗨，晶晶，我在长春，在酒店，这应该是最后一次给你录视频了。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我想你身上每一个细胞，想你身上每一个汗毛，对，还有每一个灯泡，就喜欢你真有那股劲儿。嗯，告诉你，我是在网络上认识到你，纯正的东北口音，搞笑的聊天方式，认真的唱歌给大家听，真的超喜欢你。嗯，自从你参加超女的每一天都关注你，谢谢你陪伴我们整个夏天。不管比赛的结果如何，你永远是我们美金心目中的完美女神。东北粉丝欢迎你，欢迎回家，爱你哦。这次你终于回东北了，然后想对你说，不管以后的路有多远多长，坚准会一直陪伴着你。毕竟你很忙，晶晶，你是我们的老大，你在我们在。非常非常喜欢你。延迟的这么严重，从每天看你直播，然后现在每周看你比赛，好可怕感觉。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太瘦了呀你。无论你走到哪里，我们都会一直在你身后。喜欢你没道理，喜欢你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加油！刚才那个说喜欢你没道理的那一个在不在？没，你还挺上镜的，你还好上镜的。其实接下来呢，按道理说应该有一个晶晶跟粉丝的互动，但是大家今天也知道，今天天气很不太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请我们的晶晶在台下来稍事休息，来调整一下自己，也是吹了好久的风，来请稍事休息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晶晶一个稍事休息和调整的时间，我来跟大家聊一聊吧。其实我站在这里也不知道跟大家聊什么，但是真的很想表达，就是我见到了晶晶之后，爱你，爱你，谢谢。就是我见到了晶晶之后，真的是会格外的去在乎这个人啊。接下来时间，广告时间，好吧，看爸爸们的广告吧。这里是2016超级女声超级拉票会长春站的现场，我是子瑜。刚才呢，晶晶的表演也看了，然后我们也是表达了对于晶晶的喜欢，以及粉丝们对于晶晶的爱，工作人员对于晶晶的爱。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跟大家来继续的来强调一下，我们应该用一个怎样的方式来支持晶晶呢？首先可以下载。眷恋的旋转，关注，这样做的话就可以为我们的晶晶增加10个人气，也可以通过签到啊、免费的送花呀、或者充值啊、送礼物等等方式都可以。只要你喜欢的话，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去支持我们的晶晶。同时拿起手机来扫描手中的蒙牛酸酸乳包装背面的二维码，可以赢取到超级币，也可以为我们的晶晶进行投票来涨人气。还有的就是粉丝们还可以通过电信以及联通网络编辑选手的姓名，还有他的编号，也就是16号王晶晶，发送到我们的10669588820，短信投票一次就可以增加10个人气。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打开湖南 APTV 还有上海的 APTV， 点击超级女声的投票页面，为我们喜欢的晶晶来投票加油，送一朵花就是10个人气。所以说赶紧拿起你的手机，为我们的极致女王王晶晶来投票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晶晶一位非常有故事的朋友。这一个女孩子是谁？是李宇。有请李宇为我们带来《漂洋过海来看你》，有请。
谢谢，谢谢大家，这么残酷的天气啊，还在这儿陪着我们。首先啊，允许我感谢一下我的粉丝啊，远道而来。然后，这首歌本来是要唱那个《漂洋过海来看你》，然后但是呢，因为今天的天气，吉他拿不出来，所以我选了一首金金喜欢的歌。这首歌也是我非常挑战我的底线而选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金金，有请。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like P. Diddy. Grab my glasses and monitor, I'm gonna hit this beat. Before I leave, brush my teeth, pour the bottle of a Jack. Cause when I leave all the night, I ain't coming back. I'm talking paper on toast, trimming out the clothes, bags and Apple phones. Drop top in thing of it with CDs. Coming up to the party, drink a little bit deep.Don't stop me.I'm talking about everybody getting drunk. Boss, can't you touch my junk, junk? Gonna swing when you get into the drunk, drunk. Now, now we go till the kick is out. All the party shit is down. Party shit is down, down. Party shit is don't stop.换这首歌呢，原因是因为金金的风格大家都知道是那样的，然后我的风格是那样的，对，然后想这次因为是回来炸场子的，我不想就是就是想选一首金金喜欢的歌，然后金金的粉丝也喜欢的歌，然后对，好贴心，唱的不好，金金也是远道而来，对。之前的时候有跟晶晶做昨天的粉丝见面会，然后之前的时候一直不在长春，在哪里？我之前在哈尔滨。啊，在哈尔滨。那今天来到这里，您不能白来，要为我们的晶晶拉票，找一个你喜欢的方式跟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吧，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晶晶获得更高的票数，或者是用你的方式来诠释一下你心目中的晶晶，然后让我们的更多的好朋友们能够了解她。
啊，金金呢，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然后呢，其实我的嘴特别笨，然后就是在场的所有人，我觉得大家都是真心喜欢他。然后呢，这半年也这样过来了，然后马上就要比到总决赛了，嗯，就是冠军之夜。然后希望大家就差这最后一嘚瑟了，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再加把劲儿。然后你们这半年辛苦了，老谢他谢谢你们，啊，然后还是要下载那个什么来的。直接手机直播就可以，打开那个手机直播给金金投票啊，就可以了。嗯，好的。今天不光是由我们的李宇，我们的故事女生来到了现场为大家站台，可爱的滴答也来到了现场。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我们可爱的滴答为我们上台表演，有请。哇 ，Hello， 好，谢谢大家。这是我第一次来长春，感觉到了不一样的风情。其实我想说，今天的风格可能跟大家理解中滴答的风格不太一样，但我想说，我唱电子，我也唱嘻哈，我不是一个 rapper， 但我活的 real hip hop。接下来一首歌，我的原创，我会一直坚持原创 ，Go， 对所有的语言暴力说 No。世界尽头 ，no no no。
想不到，想不到，稀稀拉拉的。我们滴答小小的一身躯里面，竟然隐藏着这么大的力量。这首歌真的是惊呆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睛。爱你，来说一说吧，今天来到长春，什么感触？太燥了，太燥了。我觉得东北人民太热情了。今天也是来为我们的晶晶来站台。刚才呢，李也是用他的方式来为我们的晶晶拉票。那接下来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我觉得晶晶女王不用什么方式，站在这儿就证明女王晶晶，我们都为她投票，好不好？好，一定要好。那接下来呢，请我们的滴答来稍事休息一下，因为刚刚也是很累，谢谢，一直在喘，很厉害的。呀，有电话，请我们导播老师接一下，这是什么电话？金主爸爸的电话，导播老师，麻烦您。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用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再一次有请我们的王晶晶、李宇、滴答闪亮登场。他们将为我们带来2016超女主题曲《狂梦霓虹》。保湿喷雾的，没感觉。心跳像悄悄声，你的声，我的声，此起彼伏着。真的笑，假的笑，哭的笑，甜的笑，自然讨厌着。我的心自己比不得，真的想傻的想哭的想甜的想叫我吵上演唱，就唱。
感谢大家。那接下来时间，不是等一下，好，等一下那个万达的老板要感，首先感谢他，他为我们每一位粉丝煮了姜汤，一会儿我们大家进去领一下，要不喝掉，不然会生病，好不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请我们的晶晶来转过来，跟我们的粉丝们拍一个小视频，作为你今天拉票的一个留念。来，我们三位都到一起来。还挺美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二零一六蒙牛我们酸酸乳超级女生长春站的最后一场的拉票会到这里就要圆满结束了。最后一场，最后一场了。本周六的时间，我们的晶晶是否能够顺利的登上二零一六蒙牛酸酸乳超女冠军的位置，就好美，麻烦各位了。希望各位能够积极的为我们的晶晶来进行投票，同时在这里也要感谢出我们的金主爸爸们。本节目由林芝坊采购唱的蒙牛酸酸乳购唱独家冠名播出。蒙牛酸酸乳购唱六种乳酸菌发酵，不含添加剂和色素，林芝坊采购唱。由敢做敢闪耀炫白白白有一套买家洁士为超女投票的家洁士赞助，由美的与众不同的高颜值科技潮品荣耀八舍之一特约播出，由演好不藏美到让你飞起来的专用卸妆水原装进口花艺卸妆水合作赞助。感谢二零一六超级女生清凉伴侣超美味的蒙牛随便随心果，感谢全球音乐家一耳机微视的助力超级女生梦想之音。亲爱的各位好朋友们，晚安。接下来的时间天气有点凉，我们的万达广场也是为各位准备了姜汤，如果说天气很凉的话，你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万达广场一号门内来饮用一些姜汤然后再离去。感谢各位今天到来，代表晶晶谢谢你们，代表我们超级女生谢谢各位。洗暖水澡千万不要生病啦，听见没有？